既不回头，何必不忘？既然无缘，何须誓言？今日种种，似水无痕，明夕何夕，君已陌路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的 IG、FB、Twitch、哔哩哔哩，还有 Discord。今天要介绍的角色叫做赵灵儿，为女娲族的后裔，母亲为林青儿，父亲为巫王。而后因李逍遥为婶婶的病，至仙灵岛向仙女赵灵儿取得仙药。离开时被姥姥强迫李逍遥与赵灵儿成婚。 而赵灵儿登场于1995年出品的《仙剑奇侠传》斗士版当中， 2001年又再次登场于《新仙剑奇侠传》。好，赵灵儿天赋哈，那携带有害状态数量小于3个的时候哈，那伤害可以提高 40%。那行动结束的时候，本回合如果使用过主动绝学，就可以获得新年哈。 那这边有强调主动绝学哈，如果是普通攻击是不会有的哈。那新年的状态是免伤 38%， 状态消失之后呢，会恢复自身气血哈。那恢复量为法攻的 0.7 倍。那这个是在3星的状况之下哈。那在4星的情况之下哈，那伤害也可以提高 16%。那5星的话是提高到 20%。那再来差异是在恢复量的时候哈。 从 0.7 倍到1倍，在恢复量来说，身心的状况之下，其实差别并不多啦。那差别最多还是伤害的部分，但是目前我看下来，还是觉得，如果赵灵儿的部分，其实我觉得4星在打 PVE 的时候，其实就很够用了，其实就很够用。那如果你是要用赵灵儿去打 PVP 的话，那还是得拉到6星啦。 还是得拉6星啊！不过我自己的话，我的灵儿是到5星的5星的状况啊。对，好，赵灵儿技能的部分哈，那初始技能是冰咒，攻击当个敌人可以造成 1.5 倍的伤害。那在对战当中呢，可以提高免伤 30%哈。这一招就可以在战场上面哈，在对战的时候可以让赵灵儿的气血不用太担心赵灵儿的气血。 它的存活率会稍微提高一些。好，再来是神念，那神念是法师的这个常驻被动技能，然后那法攻法防提高 10%。好，特色技能哈，玄冰咒，那一样是单个敌人造成 1.3 倍哈，那这跟冰咒是差了 0.2 倍啊。那最主要是提高 20% 的法术穿透，并且对战前施加4+2的状态，持续2回合，法术免伤减掉 20%。 基本上我自己会蛮喜欢带玄冰咒的，因为主要是可以施加这个底 buff 4+2的效果哈，然后又有 20% 的法术穿透。好，再来梦蛇，梦蛇的部分呢是要这个7D技3点哈，那进入梦蛇的状态可以持续3回合，并且可以原地再行动哈。那梦蛇的状态就是全属性提高 20%， 并且普通攻击的倍率会变成 1.3 哈。 那再来最重要的一点是，普通攻击之后减少所有主动绝学的冷却时间减少1哈。收到攻击之后呢，自身无视克制伤害哈。那基本上梦蛇这个，你进入到梦蛇状态啊，你要减 CD 就一定要普通攻击，就不可以放这个主动技能了。但是这个跟天赋有点相反哈，因为天赋要有新年的部分的话，你就是要放主动绝学，所以你在搭配。 要放梦蛇的时候，要不要带梦蛇上战场的话，你要先想一下，你到底是要放梦蛇，然后也要有新年状态呢？因为你进了梦蛇状态之后，你应该是希望赶快把你的其他的 CD 赶快减少。所以我自己的想法是，先放完招式，再进梦蛇，梦蛇再补充攻击去减其他技能的 CD。我自己会是这个方式啊。但是你接到梦蛇之后呢，你又没有新年的状态了，因为你无法触发天赋的这个主动绝学释放之后，然后会附加这个 buff 新年的状态，所以这个要想一下，在技能搭配的部分啊。好，再上路哈，寒气。 寒气是被动技能，那造成伤害之后对目标施加迟缓1哈，那就移动1减1，无法护卫。再来是风雪冰天，对范围内所有敌人造成0.5倍的伤害，重点是它的范围是菱形3格哦，并且施加乱神1。那这招其实我也蛮常带的，因为可以把敌人的伤害啊减掉10%，就是不无小补。然后最重要的另外一个被动技能哈，武器招远。那回合开始的时候呢？ 驱散自身2个有害状态哦，还蛮不错的。那它这是间隔1回合出发，并且开场的时候呢，直接获得新年状态，这还不错。一进战场第1回合就有新年状态了。其实这招我几乎是必带的啦，武器招远几乎是必带，因为带了这招灵儿的这个不但是那个有害状态可以一直把它驱散掉，那再来是第1回合就有新年状态了，所以通常我会很常带武器招远啊。好，再来是退魔符令哈。那行动结束的时候，自身2个范围内法防属性最高的2个，其他友方施加御魔哈，法防加30%。那赵灵儿技能点法的话，我自己是走这个下路第一招武器招远点完之后就全部走上了，我自己也是这样子啊。那因为我觉得退魔符令。 我认为是不会带啦，因为你在冰咒、全冰咒、风雪冰天、梦蛇这4招，一定会比退魔符令，上场的机会还高啦。退魔符令我基本上我是完全不想点的，我自己是不想点啊。当然啦，如果你想要每个招式都有的话，那就是走上路到40等这里点完，然后下路40等点到这里点完，然后结束。但是我的话只会多花灵陨石2颗。 就是多点武器招远出来，然后接着就全部走上路了。赵灵儿算是比较好选技能的路线啊，就没有悬念，就是这样走。我自己是这样子啊，给大家参考一下哈。OK， 那技能搭配的部分哈，我自己如果是一般是打那种 PVE 啊，比较泛用型、通用型的话，我会带冰咒，然后再加上玄冰咒。 那玄冰咒，我偶尔会换上风雪冰天，或者是把冰咒换成风雪冰天，然后被动就带武器招远，因为刚才有讲过嘛，武器招远开场就可以拥有新年的状态。那冰咒的部分就是灵儿在跟敌人对战的时候呢，自己的这个可以提高免伤30%哈，这个效果蛮多的啦。当然，你可以一击必杀的话，你就可以不用带这个，你就可以带玄冰咒，然后放风雪冰天。 对，就看战场状况了。那风雪冰天的效果就又可以施加乱神1啦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搭配算是比较通用型的。然后另外一个技能搭配呢，是第2个技能搭配是控场专用的哦，就是风雪冰天，然后梦蛇跟这个寒气，风雪冰天、梦蛇跟寒气，因为寒气可以让敌人被灵儿去打他造成伤害之后，可以施加迟缓哦。 那因为梦蛇又可以普通攻击之后，就可以触发这个被动嘛，那又可以减 CD， 把风雪冰天 CD 赶快减掉，因为风雪冰天的 CD 是3回合哈，所以控场用的话，我会这样子带吧。那第3个技能搭配的部分哈，比较属于这个单点爆发输出了哈，那我会带玄冰咒加梦蛇，或者梦蛇换成冰咒。 就是2个单体技啊，冰咒、玄冰咒。那如果要带梦蛇的话，我会带玄冰咒、梦蛇加这个神念，因为神念气血高于90%的话，法攻、法防提高10%。那就是看个人啊。但一般来说，我就是带这个第一项的建议啊，通用型的冰咒、玄冰咒，然后武器招远，这是我最常带的。好。 那魂石的部分呢，我其实只推妖术师啊。那另外一个就是朱焰魔火，那我自己还是比较偏向带妖术师啊。那扫描的效果，每当使用绝学伤害绝学哈，50%的几率是该绝学冷却时间减2。OK， 好，那饰品的部分哈，头部可以选择这个天河朱砂。那天河朱砂基本上法师应该都算是个标配的吧？法攻加10%啊，单体绝学伤害额外提升15%，因为赵灵儿的单体绝学就2招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来是一个衣着清神禁欲，那气血加5%，主动攻击对战中物防法防提高15%。再来是腰部的万佛朝宗哈，那其实万佛朝宗系列我觉得都可以带啦。那我这边是推荐这个雾的状态，但我觉得万佛朝宗系列都可以带。好，再来是另外一个腰部哈，这个遭遇横渡，那法防加5%，气血加5%，遭受攻击对战中自身免伤提高20%。我自己蛮喜欢这一个的，因为你看免伤提高20%，对于法师来说哈，法师的气血本来就低了，那有免伤的效果，但是最好的，加上灵儿自己也有新年的这个效果，所以基本上去存率会超级高，对。好，那另外一个手部哈，玉肌灵镯，那气血加8%，使用单体绝学的时候，法攻提升15%，这个我觉得非常适合灵儿。以上点法与技能搭配仅供参考，玩法有非常多种。最后，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一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的 IG、FB、Twitch、哔哩哔哩，还有 Discord。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影片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既不回头，何必不忘？既然无缘，何须誓言？今日种种，似水无痕，明夕何夕？君已陌路。